有啊，最近影響工作嘅做唔到，影響工作影響唔會影響嘅，因為工作都係仲有兩個星期先開始。但係做 gym 啊、練功夫啊、練兵器有時咧練唔到，真係，因為隻手同隻腳咧韌帶都係拉傷咗啊，咁所以但係 OK 㗎，而家仲有我諗10%+就康復㗎啦，我會好俾心機康復嘅。之後點解話係咪都要打下手對？我想都少少動作嘅，但唔係好多嘅啫嚇，即係應該唔會太大影響嘅 ，OK 嘅。但係我傷到自己好唔乖，就揾住緊，然後我傷緊緊。係啊，我傷咗之後，韌帶同埋個即係隻手同埋個腳瓜嗰度，我走去浸温泉咧，所以皮脂血管都爆裂啦，所以更加傷咯，傷上加傷，所以係我錯咯，應該敷冰嘅下次嚇。啊，有心理事件都有啲尷尬。其實咧，生命嗰個事件咧，大家都即係都所有，我諗全世界、全地球人都作出咗佢哋嘅評論啦，佢哋嘅睇法啦。咁喺我嚟講，我身為外人，我都冇乜睇法。即係我同佢係朋友，咁但係講啲咩嘢都冇用。但係我都係嗰句啦，俾啲空間佢啦。邊個冇錯過啦？啊，邊個冇犯過錯咧？咁所以我哋退開一步睇睇，如果我又犯過錯。咁希望都人哋會原諒我，俾個機會我呢個世界。